山，你怎么了？阿基怎么了？对啊，阿基你怎么了？阿基怎么了？阿基快掉！阿基笑容逐渐母汤。对，他已经母汤了。阿基你这样怪怪的。阿基你在那边干嘛？对啊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干嘛？阿基坏掉了。你在干嘛？阿基要刷那个啦，是不是？我就知道。他要刷到中介之眼，然后直接用。我看我就看到了。你不可以这样。对啊，不行。运动加精神，这也是可以到终点的方法。难怪你笑得那么开心。虚拟虚拟，这样比较快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样虚拟。你们不要等一下遇到人家一放心，然后就没有。你就不要那个东西都被人家吃走。可以刷几颗啊？没有，它是有几率性的样子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而且正常你死掉，它东西会喷。对，嗯，哇，我们大白痴都看不到啊！哎、欸，小玉，你刚刚乱射。对啊，我射中你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哇，盲箭射、啊。哇，好快吗？哇，第二名。哇，第四。死掉了，阿基还在刷。哎、欸，过了、啊。你过了，太夸张了！阿基，阿基，你还没过，你还没过，你过了吗？是证明，他那个好像没有很好啊，还没有更快，再剩一圈，哎，我还一圈啊，过了，我还那么，要来不及了吗？啊，应该来不及了，我以为我可以到。这时候你再自己 kill 自己啊，都 kill 一下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哎呀，让他有机会，让他有机会了。有机会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哭着说已经来不及。哦，团团又逆袭了。我指令打好了。什么的指令呢、啊？假老鼠 A。假老鼠 A， 我是小老鼠 A 啦。小老鼠 A 不好啦，小老鼠 R。那距离我最近的嘞，所以距离我最近的会死吗 ？T U A 就好了 ，T U A 就好了。来哦，这个哎，离开了船的世界。A 二是，港口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飞船是不是？哦，飞船，飞船，飞船，来，喵他可不可以破蛋呢？哦哦，好帅哦！我被打了，可以踩吗？炮弹呢？炮弹，我看到，我看到巧克力，我被吃到了，吃到一发，吃到一发，完全落后了，有洞啊，掉，哎，我也掉洞了。明就可以走旁边。冰跑酷哎、欸，冰跑酷、哦、好滑哦！哇哇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鬼事？哇啊！烫烫白痴啊！修修修修！哇哇哇！烫烫烫烫！有没有缺破？有没有缺破？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吃香蕉，吃香蕉，吃香蕉，杰克。哎啊！不要放香蕉，不要。啊！点到工作台。为什么？有工作台怎么点的？在我们前面注意看，有个地方有个工作台。小雨，快跑！我被射了啦！小雨，快跑！后面有坏人！跑！坏人！我摔到了，摔到了，都摔到了，都摔到了！小雨，帮我吃，帮我吃火球！不要，你走开！好凶啊！吃吃吃吃！喵花圈在我前面，因为那个跳关的那个，哈哈哈哈，哎，可以洗哦，这场这一关蛮长的哦，对啊，哎，我啊，来来冲冲冲冲冲冲，我看到那个工作台了，哈哈哈哈，哦，假的，有有有，会了会了会了，哎，好险好险，完蛋，屁啦！打雷！不要打雷，好白痴哦！对啊，瞬间跳起来，哎，好猛哦！水啊！我！哎，掉下去！哎，你怎么自己也摔下来啦？哇！谁用那个中介之眼都听到声音了？嗯，哇！叭叭叭叭！本团你第几圈了？
没有没有，跟你一样吧，我记得。哇塞！不要香蕉，香蕉有益身心健康。哎呦，你吃甘蔗不要吃香蕉。你别乱！嘿，嘿，嘿，哎，完了，这只能死了。你怎么了？哎，你也死掉了是不是？你没有啊？哈哈。No， 我这每次都跳不起来、欸，哎，可恶！哎呦，小雨，哼，你好，哦，不好，啊，直接一个不好，不是，我要直接摔死，我就摔下去了，超级快，哎呦，啊，一个每次都跳不到。哇，这个跳！哇，这个跳！雷谁打的、啊？这个雷很猛哎、欸！你好 A 先！哇，你是不是 F 五啊？你怎么可以放那么好？香蕉！太猛了！我去你！那个不是我放的香蕉啊！咻咻咻咻咻！那就是你，你一个甩！啊！我刚好看到了。来来来！再来，咻！啊！啊我水到里面，飞起来啊！白痴啊！我死了！白痴哦！白痴哦！烂东西！隐形人能干嘛、哦？好像不太能干嘛？边缘吗？什么东西？隐形人啊！就不会让人家弄到你哇！哦，白痴哦！哎，我看到杰瑞冲下去了！哎，为什么？啊！没有跳到了，我被传来，传回来了。谢谢。就也可以把它传回来，对不对？哇哇哇！我刚莫名其妙被传哎、欸。小雨，你干嘛？啊？什么干嘛？你刚刚是不是放了一个假箱子？没有吧？哦，骗子！骗子！哇，差点就输你了，小雨！我太喜欢假箱子了，我太喜欢这个魔女！哇，你们都结束了？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真的啊！他总一直死，没有，因为我要拿这个。哦，假箱子，是不是小雨拿的、啊？嗯，好像是我丢的那个。各种假箱子，三十秒，还快快快快快！哎呦，我天哪！哇，到了！哈基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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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基也可以啦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你不要相信希望，不要放弃希望，不要相信希望，不要相信希望，不要相信希望！你 kill 他什么东西？哈哈哈哈哈！没听到，没听到。终点前被 kill 会超干的，不要！你看你这样跑完也是零分啊！不如 DNF 吧，帅啊！人太多了，最后一名零分。哇，喵哈又破蛋了！欸、真的耶，我好开心哦、喔！我一直以为今天都是零啊。说不定这一下又可以拿个一分以上哦、喔。待会应该是 DNF 了。不会啊，这看起来很和蔼可亲啊。和蔼可亲啊！我觉得手一分打出来很不错耶。你好，不然就试试看，一直死，一直死，看他们比我们快呢。欸、好主意耶！不要再死了，加油！打 Q 的速度，对啊，打 Q 就好了。那我干嘛一直跳？打 Q 就好了哦。开场就一直 Q 有没有？哇、哦！喂，没人去拿那个。啊，我呢？哎、欸，这边是不是会迷路啊？感觉很像会迷路啊。我看到喵哈，是不是拿到眼睛了、啊？没有，还没了，还没了。不要！我听到咚一声啊！看不到。看不到啊！喂。这是杜鱼雕像吗？喂，哇，好危险！为什么你在前面很慢、哦？不是啦，那个是那个啊，马里奥的那个啊。我拿到中柱哦！哇，这上去了，没有吧？哦啊！哦，欸、好点，这也太难了吧！哎、欸，笑，这是一定要走上面吗？好像是，啊、跳过了、啊。太难了！啊，我死了！哇塞哇塞，这个是谁啊？好难，我跟着 Z 一起摔下去了。
跳屋顶，跳屋顶啊！没跳到，哇，这里好难哦，好难哦，哇，起跳点到哪里？要慢慢来，要慢慢来。不用，直接下一个，直接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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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么好运啊！你这个好，他一定有好运外挂，好运外，好运挂，好运挂，好运挂。收了，哎呦，哎呦。哦，补血的，有拉近距离，拉近距离，不是杜宇啦、啊，都说那个是一个墙的，马里奥的那个啊，说那个有刺刺的墙啊，会往下压那个，对啊，你们误会人家了啦，苗涵你怎么办的，苗涵，然后晚上跑来压你哦，团团，我现在想说到底是哪里，没有那么难的、啊，苗涵，哎、欸，那我就塞了。前面要爬那个爬山啊！我到底不能死了吧？嘿嘿嘿嘿！我还假箱子，老摔死他！啊！这个惨叫！哎呀，又摔到了！这里很容易被缓。啊！别过，别过头！有了，有了！这个小鸡，小鸡，小鸡，小鸡！小鸡，小鸡，小鸡会爆炸哦！小心，小鸡！哇！屋顶真的可不可以直接自杀、啊？哪边好难哦！啊，下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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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为什么可以一直下一个？我也是一直下一个。就刚好看到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这个男人这样子不优啊！哇！我在自卑。电好电满哦。谁啦？谁在这电啊？我跳不过去了吧？哇！在室内呢。好晕哦、喔！是干点。不能乱电啊！是干员，我在死。哎、欸！哦，不要乱电人啊！啊，哦，休息。杰瑞，出、啊、来，不要乱吐。哦，哦，我看到你喽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蓝色小精灵，你不要给我跑。哎、欸，喵，你去哪里呀、啊？我去演讲里啊，那个我过不了啊。你要收集道具是不是？哇，最后一个！哎，有有！哇，我这没跳到。有到了，没跳好。最后一圈、啊。哎，下一关。哎，有有过有过。打雷！不要跳死了啦！你好烦、喔，你这个男人在干嘛啦？哎、欸，没有打雷还接失明的啦。对啊，跨博啊！啊，完蛋了，白痴哦！嗯，其实我看得到啊。哈哈哈！哎，我掉下去了。哎呀！哎呀，我捡蘑菇啊！啊，是啊。喂、哎，喂、哎，喂、哎，啊，下一个。哎，最后怎么受伤了？贪心，有没有？贪心，有哇！我直接有个马就让我过关。哎呦，可恶！哦，又是谁的一路烂香蕉皮呀、啊？谁的香蕉皮呀、啊？对，加油！不行啊，我这个很不会跳，我真的超不会跳的。哇，小雨，你这个阴险的人，你去甩死、啊、第二名了。什么阴险之路的运气拿到了，你干嘛？小雨，快跑！小雨，拜拜！同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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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同时的哦。嗯嗯，哇，他直接用 Ender Pearl 扔过去了，好猛哦！我一次都没有跳过，只好丢 Ender Pearl。其实你用 Ender Pearl 可以往终点那边扔啊。哦，对吼，是没丢好，没丢好就掉下去了。啊，喵喵喵！你看很明显在干嘛了？我在试试看到底可不可以洗到。你就 kill 自己就好了。我们直接打 kill。哦，被呼。哦，打 kill 吧。我直接打 kill， 最后一圈死的说。当然。追上来一点点，还是一般。哇，我跟杰瑞同分。哇，三十四，终于。嗯。哎呦，那屋顶好难哦！屋顶超难的，屋顶那很难接地 啊，真的提早跳，真的不会跳。那个那个不好意思，我从头到尾没看到那个屋顶啊！你全部都是跳过的是吧？跳关使者，跳关使者。
DNF 女王教你用跳关跳出这个世界，而且我还跳到最后一圈哦。男子哇，蘑菇杯冠军，来跳出来。然后我们剩两个世界喽。嗯，最后一个不一定有哎，我先看一下。好。有哎，有哎，有。嗯，这还有两个世界。两个世界。又是一个树的。杉木树吗？不知道。UCE。哦，对啊，那个杉木。杉木杯。杉木杯哦，杉木杯哦。三木杯，好像在骂。对啊，木杯，三让他怪怪哦。雪里的三木嘛，就那都跟雪无关。哎呦，红石的哦，这一定哈基很会跑。没有，石工厂。我们还有杰瑞啊。嗯。哦。哦，这关这个又岩浆，又一个，它就一个而已，就看起来还好。嗯。说不定完全不会经过，进去是一片的。我觉得不是。这个怎样爬塔是在爬山？爬山，爬塔喽，爬塔喽。这个没爬好就摔下去就 Q 了，不会一路重来。他一路应该会有很多的 checkpoint。哦，好。那第一个啊，这看起来魔星好不好？魔星绝对没问题。那加油，加油 ，DNF 加油。哇。我讨厌这地形，要摔下去了，痛！这个惨叫声，痛啊！你知道，全部人都在摔在上面，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摔在下面哦。